今天是自己绿自己的一天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为了考验你们的摄像小哥，今天我准备特意换成女仆装，在他吃饭的餐厅服务他，看他到底认不认得出来我。OK， 姐妹们，我现在已经到这边了，然后也拿到了他们家的女仆装，那我现在就去换一下咯。Let's go。 官方的回答。不好意思，放错音乐了，重来。那么好看的口红还是得戴上这个口罩。 OK 姐妹们，我现在已经换装结束，现在我们就去测试这个死男人。 Let's go。 姐妹们，他就已经到了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。ご主人様。这是您的菜单。好的，谢谢。等一下，小姐姐，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见过啊？你感觉看着挺面熟的呀。没有吧，我今天第一天上班。那没事，你们这边有什么菜推荐的吗？就这问姐姐菜，还好姐姐做了准备。我们这边价格38、58和78的套餐，如果您是一个人的话，我们这边推荐您点78的套餐。78套餐的刺身里有很推荐的北极贝、斑点虾、红吞拿鱼，寿喜锅肉类有三A和煮熟精选，并且和牛是无限量供应的哦。那这样子啊，那我知道了，你们这个菜单看起来挺多的。那这样吧，我先看看好了我再叫你，好吧？对，按摩是你们的女仆的日常工作范围吗？对啊，是这边先生。哦，那我看还是我看菜单吧，一会儿好了再叫你，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个服务了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哎呀妈呀，像什么在给我按摩，我的天。我觉得我菜看的。先生，你看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在看这个菜单。我看那隔壁那桌的菜还挺好吃的。来，我点的差不多了，把菜给你吧。好，先生，您的菜大概是我们上面上次所说的耐心等待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喝口茶。先生，您觉得我好吃吗？啊？这个是你们女仆的工作问题之一吗？哇，你觉得我看起来像那种没有女朋友的人吗？是的，先生，您特别像。哇，裂开。如果你常年要加我微信的话，也不是不行。你扫我还是我扫你啊？我错了，是你加的我呀！我天。我错了，我再不想了。